晚间新闻由国泰银行赞助播出。梦想与未来，国泰银行与您同行。川普大选欺诈案，检察官遭受指控。东北部迎来两年最大暴风雪。乌龙事件导致警方误射平民。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看2月13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我是雨欣伦。正在起诉前总统川普的乔治亚州富尔顿县地方检察官威利斯，本周晚些却可能要在川普受审之前率先出庭作证。据悉，他和他的首席检察官韦德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并且被指控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如果罪名成立，可能会对川普的案件产生意外的影响。I think it's possible that the facts alleged by the defendant could result in disqualification. I think an evidentiary hearing must occur.To establish the record on those core allegations. 法官斯科特·麦卡菲明确表示，他将会认真对待针对富尔顿县地方检察官法尼·威利斯的指控。The state has admitted a relationship existed, and so what remains to be proven is the existence and extent of any financial benefit. Again, if there even was one. 现在舞台已经搭建好了，威利斯可能会在周四的听证会上为自己辩护。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希望能够将针对川普及其盟友的操纵选举案重回正轨，以便能够在八月份顺利开庭审理。但现在他们不得不率先处理威利斯和他钦点的律师内森·韦德之间的暧昧关系。The defense is not bringing you facts. The defense is not bringing you law. The defense is bringing you gossip. And the state cannot, and the court should not, condone that practice.自从这些爆炸性的指控浮出水面以来，韦德就被指控用办案所赚来的钱带威利斯去奢华度假，这让两人的这种亲密关系引发了外界的非议。在法庭上的被告律师指控威利斯和韦德之间存在非法的利益勾结，现在他正计划传唤另一位证人，证明两人在亲密关系开始的时间点上撒了谎。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that Mr. Bradley has to this inquiry is that this relationship started prior to Mr. Wade.Being appointed as a special prosecutor in this case. 不过，威利斯的朋友查理·贝利对总检察官充满信心，认为这样的事件无法击倒威利斯。She's pretty tough, and it's not the worst thing she's been through in the context of this case, or in her life. 到目前为止，包括川普在内的六名共同被告都要求威利斯立刻退出此案。如果威利斯被取消资格，对检察官来说可能会是一场噩梦。虽然不一定意味着案件就此结束，但整个审判过程可能会被拖延到大选之后。届时如果川普成功当选，就有机会获得总统豁免权，从而彻底逆转乾坤。今天位于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每小时降雪量可达两英寸，结束了温暖的冬季，开始大幅降温。学校停课，航班取消，波士顿甚至准备了3.8万吨的盐，用于融化积雪。官方也警告居民和游客尽可能留在室内，认真对待这场暴风雪。今年已经是东北多州有史以来最温暖的冬天之一，但大自然的安排说变就变。We have not had any significant snowfall for quite some time, but you know the time has come. You know Mother Nature does what she wants to do. 一场快速移动的北风，预计将为东北部分地区带来两年来最大的降雪。费城的降雪量预计会达到1到2英寸，波士顿和哈特福德为6到12英寸，纽约和纽泽西地区则是5到8英寸。尽管暴风雪在下午晚些时候就会结束，但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It is expected to cause hazardous travel conditions, potential power outages, and coastal flooding. 从宾州到罗德岛州的州长们都呼吁人们不要上路，避免非必要的旅行。罗德岛州州长表示，该州已准备好250辆运盐卡车，波士顿甚至储备了3.8万吨的盐用于融化积雪。多个城市的学校已经停课，纽约市公立学校已转为远距教学。居民们准备好了盐、铁锹和木柴等物资，以度过难关。Just in case the heat goes out, we'll have a little extra wood. We moved here 2 years ago. This will be the first, hopefully, actual real storm.
德州警方今天发布了一份随身摄影机拍下的影片，揭露了一起警员误射平民案。事情的起因是当地警局接到一个报警电话，到场后发现公寓的玻璃窗被敲碎，还在屋内发现一名持枪女子，警察随即开枪射击，但没想到这名女子只是单纯忘带钥匙才破窗回家。乌龙事件也让这名警察遭到了起诉。2月3日的凌晨，德州哈里斯县的副警长拔枪接近了休斯顿的一栋公寓，当地的一位居民报警称有入侵者闯入了附近的公寓。正如这段画面中所显示的，副警长到达时发现有一扇窗户的玻璃已经被打碎。Sheriff's Office。随后副警长就看到一名女子正在向门外走来。当枪声响起，副警长向公寓内连开数枪，装填子弹之后再次开枪，里面的女子艾伯尼庞西身中数枪。She got shot in the leg, got shot in the torso, many places. 受害者庞西聘请了民权律师本克伦普，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新公布的人体摄影机录像是对他的当事人使用不必要和过度武力的证据。隆达贝瑞是这座公寓的租客之一，这场乌龙案件的原因竟然仅仅是因为他们俩出门忘记带了钥匙才把玻璃门敲碎。We realized we didn't have the key. I told Ebony to break the window. 但没想到警方巨大的敲门声反而引发了这场悲剧。Ebony grabbed her gun and ran to the door. The next thing I know, Ebony came back and she said she was shot.哈里斯县的治安官办公室称，伤者很快就得到了救助并被送往医院。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把手枪，他们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正在进行调查。根据部门规定，涉事的副警长正在休行政假。律师表示，这位副警长的冲动行为对其委托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起误伤案件虽然没有导致人员死亡，但这名警官恐怕会因其涉及平民的行为承担必要的法律责任。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显示，通膨问题正在缓解。今年一月的通货膨胀率略高于3%，这一数字低于去年12月份，与去年一月份近6.5%的数字更是有了大幅下降。拜登总统也是对此感到极其满意，强调他所谓的拜登经济学促成了这一结果。Our economy is our business。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的事业究竟做得如何？今天公布的一个重要的通胀指数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关注的是一系列典型的家庭用品和服务，以及它们价格随时间的变化。该指数正在面临着上行压力，例如近期的油价不断走高，中东动荡的局势引发了全球供应链危机。但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 CPI 的整体趋势基本是处于下降水平。在商业方面，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也是如此。这样的数据让一些经济学家还是感到了乐观。The world economy is now poised for this soft landing we have been dreaming for. 对于消费者们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民众对于经济软着陆的信心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另一个乐观的迹象则是道琼斯指数昨天创下了历史新高，拜登总统正在大肆宣扬这些积极的趋势，宣称经济形势一片大好。I've kept my commitment to leave no one behind, to rebuild an economy from the middle out and the bottom up. 但是生活成本的现实问题并不像疫情大流行之前那样轻松，物价现在还是处于历史高位，消费者信心仍然没有完全恢复。许多拜登的政治挑战者也都在强调这一问题。This is the time that we need to be sober and start realizing what we need to do to fix things. 德国新弹药厂破土动工。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随着基辅急需军事物资的援助，美国的援助法案又迟迟无法通过，欧洲选择自行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德国总理与丹麦首相一起参观了一家大型军工厂，丹麦首相也谈到近期川普的争议言论，他强调无论美国总统由谁当选，欧洲都应该变得更加强大。德国制造的豹二坦克正在东部前线攻击俄军阵地，这段影片由第21机械化旅提供，他们说这显示了西方武器在战场上的威力。Every infantry is scared of a tank. Tanks go out and work and they fire frightfully.
They fire straight into their faces, and they don't even have time to think about what to do. 乌克兰人说，他们需要更多的西方武器和弹药，但共和党人可能会阻止今天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军事援助法案。而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甚至暗示，他可能会鼓励俄罗斯攻击那些没有达到军费标准的北约成员国。I would not protect you. In fact, I would encourage them to do whatever the hell they want. You got to pay. 这些言论让欧洲各国哗然。现在他们必须要为乌克兰和自己加紧生产武器。德国总理和丹麦首相一起参观了一家大型军工厂，试图淡化川普言论的危机。NATO is of essen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for Canada, for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nd we cooperated so long since World War II, and this is really something which is a good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We stick to i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ticks to it, and I'm sure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do so. 但丹麦首相则表示他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因为美国对于北约成员国的支持似乎在变得难以确定。No matter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U.S. in this year, I think the conclusion has to be written already now that Europe needs to be stronger, and we need to be able to do more on our own. 在面对俄罗斯压倒性活力的同时，北约盟国们也正在努力帮助乌克兰弥补巨大的弹药缺口。但弹药的生产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因此这座他们正在新建的弹药工厂破土动工。该公司的执行长也表示，他们将会迅速提高弹药产量，尤其是火炮弹药。They need 1 million to 1.2 million, and if I give them 700,000, I think there are also some other producers in Europe who have to give them something. So 700,000 is at the moment the maximum that we can produce. 乌克兰人强调，无论有没有美国，他们都需要其他的盟国能够提供最大数量的支持，以保证他们的部队能与俄罗斯人继续作战。瑞典第二大城哥德堡一座新建中的水上乐园12日发生大火爆炸，造成至少12人受伤，一人失踪。园方表示，火灾至少发生三次爆炸，由于大部分的建材均为塑胶，火势蔓延迅速，而起火的原因当局正在调查当中。路透社报道，事发在12号早上10点左右，哥德堡里瑟本游乐园内一座正在新建的水上乐园发生火灾，随后更发生大爆炸。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水上乐园内一栋建筑物被大火包围，火势猛烈，冒出大量浓烟。之后大火一路蔓延至几座滑水道和一处类似机棚的建筑。园方表示，火灾至少发生三次爆炸，大火从户外其中一座滑水道开始燃烧，很快就蔓延至整栋建筑物。由于大部分建材均为塑胶，火势蔓延迅速。目击者表示，室外滑水道大部分最后烧至只剩下骨架。据警方消息，火灾造成至少12人受轻伤，需要送院治疗。另外有一名男子失踪。事发时没有任何游客，承建商正在进行安装工作。失踪男子是水上乐园的工程负责人。为了保险起见，消防人员要求附近饭店、公寓和办公大楼的人员全部撤离。基于浓烟警告，呼吁附近地区居民留在家中。里瑟本游乐园是瑞典最大的主题乐园之一。发生大火的水上乐园为新建项目，斥资12亿瑞典克朗新建，原定今年夏天启用，释放时仍在施工阶段。园方并未说明损失状况以及是否会影响预定计划。警方表示，起火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当局将从工地事故的方向展开调查。印度农民团体12日与中央政府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判，要求政府履行2021年做的承诺，较好的农作物价格保障农民收入。双方最终没有达成共识，数千名农民13日前往首都新德里进行示威，警方发射催泪弹驱散，造成多人受伤。新德里电视台报道，来自哈雅纳省与北方省等地区的数千名农民集结在距离首都以北约200公里的安巴拉，试图突破路障前往首都新德里进行示威。电视台画面显示，警方在新德里外围架起有刺铁丝网和堆起水泥空心砖等障碍物，阻止农民前进，并向行为过激的示威者发射催泪弹及水柱，现场烟雾弥漫，有农民受伤，也有人被捕。
在新的连边界地区，有居民因生活受到影响与示威者发生冲突。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已经派遣最大数目的人员应对。新的市区情况大致正常。报道指，农民团体12号与农业部长及粮食部长谈判长达5个小时，要求印度政府履行2021年解决农民示威时承诺较好的农作物价格，保障农民收入。双方在立法保证作物最低支持价格、农民贷款免除等诉求上未能达成共识。当局为维持首都安全秩序，禁止5人以上规模集会，禁止外来拖拉车或卡车进入新德里，同时禁止民众携带腐蚀性或爆炸性物质，使用扩音器以及发表煽动性言论等，为期30天。印度即将在几个月后举行国会选举，外界普遍预期总理莫迪能赢得第3个任期。印度数百万农民是具有影响力的选民族群，在选前进行示威，意在向政府施压。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在加州城县地区一个 Dana Point 的小镇，当地的风景优美，很多房屋都建在海岸边。原本居住舒适的海景房，却因为上周的历史性风暴而遭遇险境。目前至少有3座豪宅面临崩塌坠海的危险，但屋主们却表示房屋并无大碍，并不需要搬迁。这是城县达内点在上一场暴风雨中留存下的痕迹，成吨的岩石和碎石滑落到悬崖下的海滩。这片区域被当地人称之为夹角，不少居民的家就建在山体滑坡上方的大道。The house is fine, it's not threatened, and it will not be red tagged. 这张照片是在海岸边的船上拍摄的。这些岩石停在了著名的达纳角潮池附近。无人机捕捉到了这引人注目的镜头，拍摄下了隔壁房屋结构的框架。市政官员称，位于海面上的平台没有移动。他们对住宅进行了检查，也没有发现裂缝。发布的声明中写道，市政府的岩土工程师和一名建筑检查员前往现场评估情况，并与屋主进行了交谈。屋主拥有发生故障的住宅和斜坡。目前，市政府已确认房屋没有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And the city agrees that there's no major structural issue right now with the house.So it's not going to get red tagged. 滑坡并未影响附近的空地或通往人迹罕至小径的通道。城县消防局也表示，他们没有接到任何关于山崩的电话，目前也从没有向任何住户发出过疏散命令。一头山狮上周末闯入了加州一个家庭的房屋，还袭击了他们的雪纳瑞犬。所幸屋主大喊大叫，把山狮吓退。这起惊险的事件被防盗摄像头拍摄了下来。小狗的主人表示，现在想起来那一画面还是会隐隐后怕。动物的撕咬声仍在附近回荡，画面不会提供袭击的全过程，但3岁大的雪纳瑞幼崽 Holly 在自家后院与一头山狮搏斗了近1分钟。这只山狮是在9点前趁小狗外出休息时闯进来的。幸好附近有人类在一旁看着，屋主开始大喊大叫，这分散了山狮的注意力，得以让93磅重的巨型雪纳瑞起身挣脱并获得自由。20分钟后，这只山狮又回来寻找它的猎物，但小狗已经躲在家里脱离了险境。It's frightening because I have this tiny little dog here. She's a little teacup Yorkie, and obviously we don't let her out, especially at night. 虽然 Holly 的主人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但邻居们还是感谢他们发出了影片和警告，因为他们的家中也有狗和孩子。This makes me feel nervous, and so definitely want to be on the lookout. 再看看这个40英里外的埃尔西诺湖，当地居民一样发现了山狮的踪影。Bunnies by the hundreds out here, but we've never really seen a mountain lion, especially this close to our house. So it was a little scary, but like exciting at the same time. 瓦莱利查普曼家的监视器拍到。这只山狮显然也在寻找晚餐，当时也不过才晚上9点钟。That's why we were a little shocked. Like usually we'd see that lik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would think, but it was pretty early for something like that to be around.
虽然还不清楚是什么让这两只山狮跑到人类居住地，但加州总计有大约4500只山狮会在领地内游荡觅食，特别是当他们在一定范围内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时，危险就会递增。至于那只被咬的雪纳瑞，它的脖子上有一道伤口，但在缝针之后得以幸存。环保人士指出，作为顶级掠食者，加州山狮在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加州动物保护局也为许多山狮戴上了追踪项圈，以防止人类和宠物被攻击的悲剧发生，并保护这个正在消失的物种。稍待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好的，主播，一起关注二月十三号美国股市的收盘情况。美股周二低开，美国一月的 CPI 同比增长了3.1%，超过市场预期。核心 CPI 创八个月以来的最大升幅，凸显通胀压力持续，降低了市场对美联储今年首次降息的时间与降息幅度的预期。由于通胀高于预期，道指在五段下跌了超过500点。来到尾段，道指一度下跌超过了700点，不过在收盘前跌幅有所收窄。收盘时，道琼斯指数下跌了525点，收报38271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286点，收报15655点；标普指数则是下跌了68点，收报4953点。经济数据方面，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一月上涨了0.3%，经济学家预期为上涨0.2%，年度增幅为2.9%。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一月份的核心 CPI 上涨了0.4%，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9%，预期为0.3%和3.7%。全年来看，住房价格增长了6%，食品价格上涨了0.4%，能源价格下降了0.9%，主要是受到汽油价格下跌3.3%的影响。全美独立企业联合会表示，由于利润恶化和销售下降，一月份美国小企业乐观情绪遭遇一年多以来的最大跌幅，中小企业乐观指数下跌至89.9，创2022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预计实际销量上涨的企业主环比下降了12%，计划扩招人手的企业主数量也降至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个股方面的消息，波音公司一月份的订单和交付量双双下降。公司在一月份交付了27架飞机，为去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月总共售出了3架飞机，但也有3架飞机的合同被取消，这大致符合分析师的预测。而波音的竞争对手空中巴士在一月一共交付了30架飞机。在今天收盘时，波音的股价下跌了2.3%，收报每股204.4元。可口可乐公布去年第四季度的盈利为19.73亿元，按年下跌了2.86%，每股盈利0.46元，符合市场的预期。期内的收入为108.49亿元，上涨了7.15%。可口可乐预料2024年可比较每股盈利将上涨4%-5%。在今天收盘时，可口可乐的股价下跌了0.6%，收报每股59.3元。以上就是华语电视记者赵璐在纽约为您带来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2月13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于新伦。在新闻的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晚安。